Hello，好久没有来微录课了，真的好久好久了。然后今天，看了一下，就是真的是好久没有拍视频了。然后我今天来了，今天我就拍了。但是，怎么说呢，因为现在就是好像对拍视频就是没有那么积极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时间，二就是有些平常生活啊，就是没有那么丰富，然后就是拍的也少了，吃饭基本都在家吃，然后也胖了，就是胖了很多。因为今天化妆了，然后就想起来拍个视频。有没有想我呢？头发也长长了，这件是短发的，现在都长这么长了。